Hello， 大家好，继续绝对的云南 DN。咁我哋而家翻到嚟呢一个镇入边啦。诶，做乜嘢啊？诶，挑战咗道馆啊！反正我同嘅念后咧都有眼无眼力 pass。诶，你要入去树林，小心荡失咯。啊，我记得咧，同森林咧喺成都地区最不见天日嘅地方。传说咧，同森林有住森林嘅神灵守护住，唔知系咪真嘅？诶，反正冇所谓咯，自家我净系想睇神灵。呢、這、一个嘅斯拉比啊嘛，更新哇！死仔包啊！啊，应该用地震呢度，唔紧要啊。我咪冇回血啊，头先。点解啫？定系佢头先爆我极定乜鬼嘢？我冰之牙。点解我装我道具呢只？唉，执咗原理碎片，撞佢，撞佢，啊！高超鸭就当然系用翻菊花啦，不过可能有急冻光线交叉前诶格斗技，啊系啦，有急冻光线啦。尼多王怕地面系，呢只先啦，撞啊，毒尾呢只，之后用中波。哇！十万伏特，阳功，哇！速度提升仲要，会唔会太恶？哇！死得啦咁好，外河马之后用掘洞，哇！掘得切，哇！地震好嘢，俾个伏你，哦，玩完，好，冇理由会输。好，一定用呢只啱噶啦。打死嗰条友咧，一定要用地震咯，招技。用水技错咗，地震系啦，用地震一震震死噶啦。雷电师赵勇啊，未惊过泥爆，泥爆搞掂啦。哥大鸭就菊花啦，真系魔叶片。尼多王就梗系用翻呢只鲶鱼啦，地震。好，卡比兽就当然系用翻呢只啦。偷嘢，解睡果，你试下瞓觉啊！我就估到佢会瞓觉呢啲友。之后用复古，偷得，搞掂，犀利。哦，输啦。系啦，你有冇听讲过咧？小西大魔王啊，就系呢一个咧黄金城嘅道馆馆主小西。据说咧好多以前咧好多训练家都惨败喺手上啊，嗰啲惨败咧被称为噩梦嘅大奶罐啊，真系想快啲见识下。好，咁我先走啦。系啦，咁就讲紧呢一个金文版嘅时代咧，啲人咧玩金文版咧就好难过呢一个普通系道馆，因为佢嘅大奶罐就太黐线、太高血、太高防啦。等等，可唔可以帮我哋揾戴住黑暗妈嘅孩子啊？我哋嘅孩子，我哋嚟孤光下啦。但系嗰个红孩子太贪玩，一嚟到咧就周围走啊，一时冇睇紧咧就周围走啦。所以请你帮手，再啲黑暗妈，同埋咧成日都要揾雪拉比，唔知咪同雪拉比有关，整到森林揾。好，先换血先啦，喺度解睡果，总之唔偷啦。呢啲冇咩价值嘅，老实讲，其实。好，咁之后我就喺度捉奇异种子啦。诶、欸，咩事啊？诶、欸，火箭兵团，嗰、那个系咪降布之一啊？同机讲嘅唔同喎、啊，时间呢、這个螺旋咧已经打开咗，系见唔到雪拉比喎。伦达大，会唔会雪拉比已经走咗啦？冇可能，时间呢个螺旋咧仲喺度啊，说明咧雪拉比仲未有离开噶。雪拉比咧只能通过时间螺旋专人穿越喺度等啦。雪拉比肯定会翻嚟嘅。根据 K 嘅推断咧，雪拉比除咗有最强大嘅力量，仲有穿越时空嘅力量。如果 K 嘅推断啱嘅，我哋火箭兵团好可能咧，随时改写历史，即系话我哋可以翻到三年前嗰些被解散嘅命运，同埋呢一个咧，把木大人都唔会离开。哦，原来就系呢一个寻找把木大人嘅 B 计划喺上面。哦，雪拉比貌似同呢个黑暗妈玩得好开心哦。哦，点啊？啊，雪拉比你要走啦。虽然好不舍，但雪拉比都系会翻去，可唔可以送你翻去啦？唔好忘记咧，我哋系朋友嚟噶，分开咗都系。好，发现雪拉比作为一个靓仔啊，
开始捕捉个计划，排除嗰个僆仔。明白，出嚟啦，火爆猴！你哋要做咩啊？想伤害我嘅朋友雪拉比啊？放心啦，雪拉比会保护你嘅，阿妈。哇，虐待精灵喺度，个僆仔好痛，抱歉啊，雪拉比，快走啊！好，哈哈，放弃挣扎啦，屁孩！将雪拉比交俾我哋，或者我预料你不死。我又出嚟，又出嚟做假，都呢个年纪啦，都识虾细佬，真系火之不其作风啊！多古行社训练师啊，睇嚟咧，最中意咧得罪我呢啲火箭兵团。我想有双打，地震，大菊花，一哇，居然系用电磁波揿我，系咪用格斗技啊？佢系啦，我都估到啦，照地震唔惊，我菊花预咗死，其实我但你直接打我。招用地震，再啊唔系喎，用冲浪，呢度用魔法叶片。OK， 能量球唔紧要啊。之后用地震，光合作用，暗影爪。OK， 奇轮奇地震之后呢度原始力，魔法叶片，神速。哦，好波。搞掂啊！猫子咧几犀利，就等到咧四个帽之一嘅轮丹丹话俾你，咩叫做不作死就不会死？哦，呢条友啊 ，OK， 哇，沙地狱，好啊，非常好啊，哇，死仔爆，哇，开错技，哇，顶，就掉钉添佢。呢度用降料啦，系呢只撞啊！穿山王，哇！我到只主力死咗，唔系沙队咁大镬啊！好在会心啫。利多王系沙队啦，佢真系，仲有，搞掂飞碟奇怪。算啦，照出啦呢度。之后我有冇嘢喺身啊？冇，偷走嘅嘢先。抗地果 good 啦，但我都冇地系，有咩用啊？好河马之后用拖险咯。哦，干鸟，边招技都打唔通佢咯，爆音波咯唯有。哇，十万伏特，火苗啊！完全唔通，唉，我有开错技即刻输咗。如果冇开错技，应该可以赢到，即系用冲浪嗰招嘅话。咁要打双打定系咩啊？喂，要打双打喎，再唔紧要啦。抗地果 OK 啊，奇迹仲得，就嚟噶，又要打多次都几烦其实。OK， 要先打嗰两个先啊。好。希望佢唔系用电磁波之类啦。好，如果我系咁输嘅话，咪不断打呢度。我唔想系咁打，系咁听佢讲嘢，系一废入。其实大菊花、土河马，其实用转土河马得，因为佢用电磁波，我用土河马都最多咪死，系咪？之后转翻大菊花。条笔鼻啱啦，呢度用地震魔法片 ，very good， 三埋雪文，呢度地震叶片，复古，死啦佢复古嘅话就能量球，哇大镬，走，转做呢只呢个换瓜状。哇！呢啲几恶下喎，光合状做咩啊？奇轮奇照打啦就魔法，哎，简直咁错！我电磁波中咗啲劲麻烦嘅，哇就死啦 ！OK， 啊，哇死咯！有冇药啊？冇药嘅话死硬呢度。唔紧要啦，一阵食药啦，唯有
加十，其实冇分别，冲我。跟住用我一脱咗得翻，系啊，出嚟受死啊！首先干了黑老家，黑老家啦，系黑老家而家冇呢个喷射火焰，基本上都系废嘅。好，出嚟啦，冲啦！摇篮花，转呢只。真空斩，掉钉，冇死住，系咪可以掉多几下？定系可以净系可以掉一下？我唔系好记得，因为我记得有一个系可以掉多几下。我唔知系咪呢个咧？佢有岩石、地面同埋钢啊嘛，好似系冇三只钉啊，定两只啊？地面同埋岩石，地面同埋岩石好似咁样，阳风啦。真空斩，爆安波 ，OK 死咗。之后用血氧毒粉，魔法热血咧。OK， 就咁样挂柴。呢度用地震，哇！点解会咁啊？我又要再打多铺啦呢度。我开始啦，又再开始过地震，好和吗 ？OK， 近拳击呢度用大菊花，地震魔法叶片。地震魔法片神速，哇犀利！地震之后换干料出嚟，好似换得快嘅。好，索利帕用地震，之后呢又用爆音波啦，真空斩。爆音波啦，爆音波，哎，搞掂，好，咩叫不作死就不会死？直接冲浪呢度，唔冲浪我就，哎，佢居然落钉喎呢铺，但系佢会落嗰只摇篮花啦，摇篮花噶，咁我剑王先，剑王未死 ，OK 得嘅，好多下，扎根得啦。泥浆爆弹，哇！冇搞错啊，系要回心一击噶呢度，我真系 O 晒嘴，咁我又输咗啦呢度应该，再要啊，大根偷得，黐线，一嘢已经回心一击咯佢，边度打得赢呢只嘢啊？火牙、火苗、火牙啦，有冇分别嘅？系火牙、火苗，很闹很闹啦，系很闹，不断很闹。岩崩 ，Oh yeah， 放鸟，真空斩。爆音波，好，又要输呢度，好就系啦。其实应该会打得赢，不过又系睇机率咯。头先又系因为机率差，即系黑仔简单啲嚟讲，所以就输咗啦。系真系黑仔啊！佢下一下即刻爆回心，我真系冇，即系已经冇办法，唔相信自己系黑仔。系啦，已经冇办法唔相信，实在太黑啦。某啲情况下真系黑得好紧要呢只 game， 又或者可能佢真系教嗰啲数值嚟，我真系唔知嘅。转走先，
争只索尼拍，之后呢度用地震，浮音波，浮音波，哇！佢都有呢啲咁嘅呢啲球，阳光，好搞掂。佢呢个一定落钉啦，我建模先咯。水、地震、水，咩话？地裂一击必杀，算啦，唔破啦。摇篮花、地震、寄生种子，哇！佢唔系话玩啲咁嘅嘢佢。What the？偷得，偷得，好啦，我哋今集嚟到呢度先啦，下集继续，咁我会升呢先啦，咁当然啦，顺便拣只劲啲嘅，即系要改一改啦，冇理由，如果我靠呢啲队伍咧，应该真系好难打下，系啦，咁我哋下集再见，拜拜。